嗨，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今天是除夕，然后我们要到宜兰去围炉过节。对，好，所以今天要往宜兰出发。那祝大家都一路顺心，老公。你还在吃东西 ？Go。我们一路从新竹出发，已经上高速公路了。前往宜兰，我们要走国道五号，那沿途有许多的隧道，最著名的就是雪山隧道。往宜兰的路上起雾，因为是山区，然后今天有点下雨，所以感觉烟雾弥漫，挺美的。我们要进隧道了，这里是乌涂隧道。现在要出雪山隧道咯，噔噔，这里是宜兰咯，就是在台湾的比较东北边。旁边应该之前都是水田，种稻米的。我们即将到达我们今天到宜兰的第一个目的地，带大家进去逛逛。这个是金车生技水产养殖中心。下雨天，欢迎光临。